陈泉花园人因为他个人事件的关系啊，在昨天晚间来跟我请辞，我已经啊予以批准他的这个辞呈。请问院长，陈宗彦接受性招待是否属实？许多人质疑这是对民进党改革的反扑，院长怎么看？另外，陈宗彦请辞发言人昨晚跟院长怎么谈？接下来多久之内会补上正式发言人？陈宗彦上任18天就请辞，是否让内阁团队蒙上阴影？另外，外传事件被曝光与党内派系斗争有关，院长认为是如此吗？好，陈泉花园人因为他个人事件的关系啊，在昨天晚间来跟我请辞，我已经啊予以批准他的这个辞呈。至于11年前的案件，我们都尊重司法的处理。